年春晚看到了很多新节目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今年的春晚我们也保留了这个我们的文化传统单元。没错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副热气腾腾的春联啊，就是刚刚从我们的文化广场求来的。大家可以看到上联是开门迎春，春风暖，下联我们来看一下，抬头见喜，喜事多。大家猜一下横批是什么呢？横批为喜气盈门。哎呀，真棒，对。那我看到你手上啊也求来了一个喜气洋洋的福字儿，这有什么讲究呢？对的，没错，这个啊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的这个文化之一。通常呢我们写一个福字，然后呢贴在家的这个大门上，那么贴的时候呢我们是倒着，寓意呢福到，用英文翻译过来呢就是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be blessed this year。 谢谢师姐给我们带来的祝福。好，下面我们由大家来欣赏传统节目民乐演奏弹词三六和牧场之家，表演者姚安弹长魁，杨瑞和杨建平。之后呢我们还将欣赏到的是中国太极功夫与古典舞的结合，编导刘汉卿，表演者是来自于奥兰多汉卿太极文化艺术中心。大家欢迎。
之家。